简易钥匙孔，这是下水道吧？啊，抱歉，太硬了。所以说那是要用简易钥匙孔才可以下去的，是吧？来吧，我们来开门喽。哎，对齁，我们有150块可以去买电梯。我忘记那电梯哪里买了。突然失忆症了。那时候是因为没钱才没买嘛。是不是在。为什么我们的地图十字路口突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符号啊？是不是有 BOSS 之类的啊？哪里搞？算了，我们先下去看一下。幻灭流星，哎，王室下水道嘞，哎呦，好有心哦！哎，好险！然后这里没有地图，我想要等一下再来了。说真的，我想要等一下再来了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。我们的十字路口那个城镇呢，好像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了，我要回去调查一下。我们花点钱去买一下那个增加生命值最大上限吧，应该是找这个。重生是资料片的样子，你没有买主城市，你没办法玩重生的样子，我记得。好，一半了。我记得他好像一个叫重生，还有一个叫脱衣吧，胎衣还是脱衣？胎衣吧。重生好像是资料片，还是胎衣是资料片啊？我忘记了，有点久哎、欸。老头，你几乎都拍游戏，有想过拍别的吗 ？Vlog 开箱之前就有拍过啦。等一下，我先找一下虫爸爸。虫爸爸，我来了。靠！你这也要欺负我，表示难过。你玩过别的游戏吗？当然有啊！哦，快点丢钱给我！哈哈，喂！哇哈哈！哇哈哈！就这样而已吗？哇！原来我救了这么多只啊！我们还有几个孔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啊！我们还有14只，15、16、17啊！我们还有17只没有抓到，没有救出来，真麻烦。好吧，该来的还是要来的，我们要去中间那个很大的，我们在先迷宫啊，召唤那个黑草的概念啊，前面那个有没有？看起来很恐怖，是吧？我们好像还没有拿到梦丁剑，对不对？没办法把那个盔甲劈开齁，好的。DLC 会玩啊，你放心。我来了。哦，黑蛋神殿啊，怎么没有人？啊，我明明就在这里啊，怎么没有东西 ？Hey man， 嗯，啊，不然这标志是干嘛的、啊？哇，什么都没诶、欸！呼呼呼，找到你了，阿布姨。来，握钱了，我们可以来买点比较好用的好用的东西啊，都买，全部买了，萨满石也买了，我管他那么多，啊，快速凝聚，所以说这个可以感兴趣的话，这个干嘛？快速凝聚，算了，先买了，哦、啊，我还差一枚才可以买插槽。提升法术的威力。
看，都很有用啊，都舍不得换，你知道吗？提升凝聚的速度，快速治疗自己嘛。然后这个是以抵伤害中，就是增加自己的血量，啊，覆盖一层原血。哦吼吼吼吼！好，别吵，吵死了。会追剧吗？不会诶、欸。啊，我们去那个啦，去矿坑了啦。岁啊，18岁啊，打背会。推荐啊，可以推荐啊，你可以就在我粉丝团留言推荐游戏啊。哦，粉丝团欢迎你。父亲节不快乐，等一下大师写是吧？搞不好我今天，搞不好等一下晚上我还要去请我爸吃饭，也说不定哎、欸。啊，要请我老爸吃饭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会攻击我？啊，你怎么死了？啊，那时候你唱歌还唱得很开心，你现在为什么突然攻击我了呢？好像是我对你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一样、欸，哎。推荐 DNND 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好，来了，终于可以使用了。啊！所以啊，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就这样子啊？玩来如初。只是通到这边来而已，有跟没有一样啊。然后呢，上面可能有新的区域吧，因为说真的，我们这个的上方还没有探索完毕，好吧，我们再来这边探索一下好了。电脑线被拔了，可恶的父亲节啊！好吧，可能是你爸觉得你玩游那个看太久了啊，不让你看了，好不好？只能这么说啦。好了，之后可以查查看，好哦。好的，我要冲刺。哎哎哎哎，会掉下去。狼人杀哦，我没有玩狼人杀哎、欸。如果你有看到很像我的人。那个绝对不会是我，哦，噔噔噔噔，我是不是走错边啦？我为什么要走这么崎岖不平的道路呢？明明左边就一条直线，好吧，算了。反正这个我还可以啊。啊，又是这个雷射，该死的雷射！右边已经走过了，哎，我继续往上吧。啊！一呆。好痛的人，什么东西？传说对决，没有玩传说对决啊。这边走过了，没有。我现在往上，我要往上走。怎么上面还没有走过啊？然后先去椅子坐着休息一下。休息到，哦，现在开始上面都没走过了，来看一下有什么。这个还没有开，最上面呢。啊！
这打不死哎、欸。好、哦，右边可以走吗？貌似不行的样子。哇，这居然上不去！我还以为上得去说。哇，都上不去、欸。结果上面没有路可以走了，我还以为有路可以走哎、欸。不过看到你从头对决的账号，你的名字是气到鸡弹起来。哦，对啊，是那一只没有错啦，但是那是工作的时候用的，好不好？那是工作的东西，所以说我并没有真的在玩。可以让我上去吗？可恶！我觉得那个地方可能要借由那个甲虫之力才有办法，可是那甲虫被我打死了。就这里我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、欸。快死了！刚刚的地方可以用甲虫，你是说用哪个甲虫？用这个风势大师？它是，可是它是往下冲，这不是往上。你是说靠那只甲虫打上去吗？可是也要等它有复活才行啊。我是小朋友的老头，在菲律宾。你好，你好。不好玩还玩，我开心啊！你管哦，不好玩我还是要玩啊。怎样？不能傲娇一下吗？我来试试看，回去那个地方好了。难解，难解。看一下那个虫有没有复活。这边可不可以下去？也可以的样子、欸。一个地方再回去，甲虫就活了。嗯，我看一下甲虫活了没。好，看到一个还可以用的，就是这里。捡臭油蛋喽！哦，油臭蛋，讲反了。再用一次啊、哦！哎、欸，还没有复活、欸，靠背啊！哈哈，快点复活啦，求你啦！咋办？老头，你这小淘气！想淘气，
好麻烦哦。他不会再复活了，怎么办？他再也不会复活了，还是要过一张图，然后再回来，他才会复活啊？我们试试看，过一张图，再看他会不会复活好了。我觉得拍实况蛮好玩的，是还不错啦。哇，这种情形，有椅子先坐，一去不回。哦，对啊，我过一张图再回来看啦，不然没办法，他真的是再也不会复活了。难道机会只有一次吗？啊，难道说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吗？我刚刚没有准备，所以我错失良机了，是吧？表示难过。哎，上面有东西，啊，也拿不到啊。啊，到时候是不是会学到会飞的那个翅膀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现在是不是也不是时候啊？还是我们去别的地方好了。我们去别地方好了啦，那到时候会学到二段跳啊，所以说更不急啊，我认为是不急啊。那我们还是回去尼口镇好了。我靠，我飞过头了。我要去哪？放我下来！啊，终点在哪儿？啊，莫名其妙冲到这边来了，也太好笑了吧！一个冲过头的概念呢，好丢啊！好吧，就只剩下王室地下室了。没别的地方了吧？神鬼使神差，没有玩过哎、欸。啊，对哦，之前的电梯啊、哦，之前的电梯是怎么？是要去哪里？我忘记了、欸，是哪个地方啊？灵魂圣所吗？哎、欸，不是，灵魂圣所是之后才到的，是泪水城是不是？泪水城的左边对吧？好，我们去泪水城，反正刚好在兜虫的旁边，去解一下锁。反正我们现在有钱。这个地方是吧？老头是全职 YT， 是啊，我是。探索就不玩了。什么叫探索？我爸父亲节没有快乐，因为我没有睡到自然醒。好，辛苦你了。不是说要拍黑暗与光明吗？啊，当然是会拍啊，只是不急嘛，好不好？不是现在！哎呀，气死人了，三小。应该这边吧。哇，好多人！哦呦喂呀！去补习班啊，拜拜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，有电梯可以搭了，这样子我们那个没办法走的那条路就可以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哦，原来要从这边付费啊，然后这个锁链绑住了，进不去。怪好像螳螂，对啊，原来要付费才会开门啊，那我们可以往左边走了。上次没办法走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终于可以往这边走了。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啊？
哦，原来只是绕个路而已啊。然后下面，这个是回头路，先把回头路打掉。我靠，凶哦！原来是来拿碎片的东西啊！没了，就这样子而已。电梯的作用就是来拿碎片的，花了150块，值了。好，值得，值得，可以走了。那我们可以电梯往下搭嘛，然后往下搭，继续去地下室吧。去地下室。猫咪大战争，抱歉没有玩那个哦。抱歉抱歉，我们要去王室地下道了，好远哦。真的吃亏了，哦，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。老头深夜讲超感人，会吗？会很感人吗？哎呀，那什么东西？哇哦！爆了！哇！惊死啊！好恐怖哦！这里是什么？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我的妈！你好大只哦，感觉像蟑螂。本想是什么？我觉得好玩啊。嗯，不要乱拿，不是你的东西，这就是法律。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我的，别生气，我会把十五分给你的。但你要给我那，给我几欧？就是九块哦。好，给你看看啊，你要给我什么食物？我猫呀。别想拿回去，走的时候把食物带上。在哪里？臭油蛋吗？哎、欸，干，真的哎，油臭蛋。87块，我再给你，快点！你还要给我什么？哇，直接丢一旁哎、欸，还是油臭蛋？多少钱？91块啊！哎、欸、嘿，再给你，再给你。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像样的东西啊？还是臭油蛋？啊，油臭蛋。85啊，啊，给你给你，哦，原来他叫土克啊，哎，卡密多啊，安安你好，再给我啊，我觉得他都只会给我这个哎 ，Hello Ray， 最后一次了，如果再不给我像样的东西 ，Hello， 我就要走了，今天没有管理员啊，对啊，今天没有管理员啊，好烂哦，一直给我这个干嘛？Yeah， 被坑了呢！找你这找你干嘛的？都不给我好的，都给我这干嘛？哇！太扯了！我有十袋糖果，想吃的话，想得美！什么东西？猎弓啥？这只只会给油臭蛋而已，真的吗？好吧。看来是我多虑了，啊！我还以为他会给我好东西說，说一切都是我自己所想象的啊！啊，没有地图了，不要，不要！哎呦，这是！哎、欸，有椅子哎、欸，太好了，可以去记个路。他这边写有椅子。休息，哎、欸，那个椅子还歪一边，好好笑啊、哦！来来来，我们先回头一下哈、哦。我们刚刚看到有个地方没有进去过，就是是这里吗？不是，这里。
这边这边。砸蛋你的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一只，获得一只，还有吗？好，没有了。老头被坑好爽，为什么？全民枪战没有完欸，老头，我是昨天想跟你睡的那个人，不要这样子，我会害羞。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真小。好笑哦！哎，干嘛干嘛？过来过来！三段三段呢，还要打三下。那个虫虫还要打三次哎！哇啦干嘛干嘛啦嘛啦嘛啦！上面有一只。各种。居然他的 R20可以分三段，这么好。哪里买的啊？分成三段的 R20， 好羡慕哦，一定很好用。到现在还没有地图哎，有点难过。我找不到那个制图师啊！制图师在哪里啊？哇！やめてください。23段是真爽，真的，一羡慕。为什么我没有？恶心度上升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多了哎、欸。真正恶心的是我上次玩的那个生草吧，这个才恶心吧。这生草里面的这个敌人真的很恶心到一个极致，我觉得这个还好。然后这不能过是怎样？靠，三角！哈哈哈。等一下，我怎么了？掉下去！我是昨天被你上过那个，真的假的？我不记得昨天我上过任何人啊。这个游戏最近特价，小心动哦。对啊，这个游戏最近是特价，还不错玩啊。个人觉得还不错玩，可以好好玩看看。哇，屌！哦，好酷哦！哎，嘿，嚯，嘿，嚯，好像什么东西又出现的感觉。知道 Overwatch 怎么装吗？啊，你要去下载才能装啊，你也要购买才能装啊，它是正版的游戏呢。你不是正版，你就是不能装啊，就这么的简单。哎，严格来讲不是正版，它是要钱的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还好我把打掉了。你没有钱，你没有买，你就不能装，谢谢，这么简单。你昨天喝醉超扑了过来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昨天没有喝酒哎、欸，你少骗我了你！这是什么？只有在战斗中证明自己荣耀的虫，哦，才有资格潜入前方，进入前方的森林。重点是我还没有地图啊。我感觉这里稍微有点接到那个，别走！我，伏击啊！这是啥游戏看不懂？没关系，
我也看不懂啊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进入？这是哪里啊？还是没有地图可以显示？有女生的声音，有妹子，她在笑。聊天室挂了，笑得这么开心。什么事情让你这么的容光焕发呢？哦哦，Pantera，勝てるよ。永恒的艾米莉亚提亚啊，真意外，很少有访客来访，已经很久好多年了。希望我还没有忘记待客之道。你肯定已经发现了我的富裕，猜的没错，我是圣朝上流社会中的名门，有钱人就是了。曾经是，直到那群蠢货把我赶走。你见过他们了吗？那些我以前的同伴，就是外面那群拖着蹒跚步履、盲目虚空、四处荡漾、四处游荡，而我还能活着见证他们悲惨的下场啊！我太开心了，命运真是美妙啊！搞啥？好开心！哇！看小，好大一只啊，看得怕怕的，好恐怖哦！这里是通往哪里啊？我哦，怎么那么远啊？我靠！打一下扣两滴，好恐怖哦！这只，我会死！哇！我会死！我会死！我会死！会死！先补血好了。原来我可以在水里哦！哎呀，掉下去了、欸！哈哈哈哈！好笑啊！等下这是打不死的骑士吗？算了，我不跟你玩了，你太难缠了。我们先找个地方补个血再说好了。哦，终于解决了，难搞要死。P 一下两格，为什么这里又没有位，又是未知地图啦？麻烦哦。Hello， Bravo， 这里是哪？我。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、欸，老头骷髅王的呼唤着你。好多靠背啊！哦，我知道这里是哪里了。找到了一样东西，流浪者的日记。要去吃东西哦，去啊！暗黑破坏神玩太多了 ，Diablo。
强化版一枪就要他死啊！小头想玩 RO 吗？不想。虽然 RO 是我的童年啊，但是没兴趣了。哇，这是哪里啊？我越来越不知道我在哪里了，靠，又掉下来了。啊！我先上去看一下啊。这个门还没打开啊，这会不会是那个电梯？那不是电梯啊，电车，电车开过来的方向会不会是？啊，我好像知道这里是哪里了。付钱。哎、欸，要插槽才可以启动，这是那个电车啦，是不是？这是那个电车，从那个十字路口那边过来的电车吧，我想，感觉像是哎、欸，远古卧地，这里超安静的、欸，可以这么安静啊 ？RO 是啥、啊？《仙境传说》啊，这只有我们那年代的人才知道的吧？50块，来送一张长椅给我，谢谢。快点送长椅，谢谢。Yes。哎呦喂！很棒哦、啊、很棒的礼物。我靠，掉下来了。已经越来越不知道这游戏要怎么玩了，怎么走了。这地图太大了、啊。这地图真的很大。并不是短期之内就可以把它玩完的一款游戏啊！哎呀，全跑掉是怎么回事？好好笑哦，那什么东西啊？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？最喜欢的运动就是床上没有啦，就在床上做运动啊，还蛮喜欢的。原来是 BOSS 啊！爆了爆了！靠背，我是路痴。如果想玩这游戏不容易啊，的确是啊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啊，是远古挖地啊，抱歉。我自己本身也是个路痴啊，不过这游戏蛮贴心，还是会给地图啊。但是这个地图你必须要先找到一个制图师才可以。你没有找到制图师的话，你基本上你还是不知道这张图它的原貌长什么样子。哇哇哇哇哇！又来又来又来！够了、哦。越来越难了，趁现在用那个用无限无敌来换。喷不完，真的是喷不完、欸，
很会喷，很会喷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连鬼魂都出现了！啊，你个嘞！啊，没有地图啊，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我应该更深入的往下走才是哦。有没有地图玩屁啊？这边我还没下去过吧 ？Oh my god！ 哎呦，吓我一跳！简易的要死。就这样子，没有了。啊哈，好吧。今天可以用干话经典集了。我觉得我今天我还蛮安静的，没有讲什么干话，说真的。什么啪啪的声音？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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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啪。大象哥，你啪啪。小哥，你啪啪。哎，我跳回来了。大象哥，你啪啪啪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只想跟你啪啪。噔噔，你还活着吗？欸，他背上被插了一刀，欸。哇！啊！啊！啊！干什么东西 ？Holy shit！ 开干了。残破容器，哇！我要先熟悉一下他的招式，不然我会死很惨。现在补血，结束了，我要死给他嘞！耶！啊，有没有东西？哎，头探了看了一下，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爆了爆了！有没有东西送我啊？什么东西？今天是父亲节啊？对啊。老头的观众群比例似乎跟昨天说的一样。我就说了吧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我把他打死了。然后呢？啊，没有奖励啊！奖励在哪里啊？就这样子没了，也没有送什么武器给我这样子。老头，我昨晚还听到有一群妹子说你上完就跑，没有负责，你想太多了。刚打错字，老头，你有哪时候你有看过一小时直播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叫做你有看过一小时直播吗？有没有记录档啊？记录档都还没上传。过一阵子会上传的，放心。
哇哦，新能力！哒哒，帝王之翅。好，我终于知道那个矿坑要怎么过去了。好，就是这样，太好了。Yes， 我会飞了。我会飞。有些地方到不了呢，就用这个方式了，用这个方式过啦，是吧？啊，老头好孤独哦，真的。进化了 ，Mega 进化了，谁啦？我的手机好吵哦、喔，那我先把它静音了。哎、欸，靠腰嘞，好像要重走的感觉，可以不要吗？哎，有一种重走的 feel 呢。千错万错都是手机的错，弄得我要重走一遍了，实在是太棒了，我的人生。不能回去啊，重走了，我掉下来了。啊！我恨大家啊，没有啦，我没有恨大家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边可以上去吗？可以。嗯？这边吗？哦，好像是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好，刚来，安安你好。黑魂在用油臭蛋叫回。这边可以二段跳吗？可以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游兽站可以叫回黑魂啦、啊。这边啊。然后怎么走？这边鬼魂超多。越走越上来，我听到声音了啊！哈哈，抱歉，一听到声音就直接脑充血了。老头没朋友，好可怜哦。对啊，我没有朋友啊。哎、欸，他站在呢哈。抱歉，我错了。那你怎么过啊？连鬼魂都来唱一卡，我想一下知道怎么弄。No！ 哎、欸，没事、欸，那边到底怎么弄？难道说？不太可能了、啊。喂，有难度哦。没有成功。老头的角色是什么啊？就一只甲虫啊。过啊。有成功了 ，Hello， 获得了一只肥虫虫。
好了。哎，所以说这里没东西了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剩下往这边走。泡面泡到我自己，真的假的？小心一点啊！好，我可以回去了。哎，我要记录。这游戏要花钱吗？当然要啊。这种这么有质量的游戏，如果是免费的话，我倒认为就是太佛心了。哎呦，我看到了，错过我了。哎呀，他不见了、啊。如果你觉得迷路了，何不来一趟我的尼口镇的店，买张这个区域的地图？所以说我可以去尼口镇找他买地图，可是我看不到他人啊，他人又没有回来，是不是？讲干话欸，他怎么会讲干话？他都给你讲就好啦。这里是哪里啊？宫殿广场，哪里个？哎呦，你不是国王吗？身穿白色铠甲的尸体。踢不开他欸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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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应该是国王之类的、啊。是这样，国王跟皇后的尸体嘛。啊，随便讲的。噔，这边是哪边？隐秘站，300块哦，好，可以付。哦，多重多重，太好了，这样可以坐电梯。不是啊，那个可以坐车站了，把它招过来。那要拿梦丁剑劈哦，我现在还没拿到、哦。还没拿到梦丁剑，隐秘站在这里嘛？那我们可以先回尼口镇一下。啊，对啊，梦丁剑还没拿，我不知道怎么拿。我不知道梦丁剑要怎么拿。女朋友只是暂时的，但右手是永久的。好的，突然悲从中来了，怎么办？好想哭哦。老头平常什么时候直播？今天第一次看到哦。我直播时间比较不固定欸，哦，这个没办法告诉你，无可奉告。可以回有甲虫才能跳的地方了。对对对，那个矿坑我知道。八分拿的。哦，有了，地图出来了。哦，所以说，如果我找不到他。我可以直接这样子的方式买，可是一定要先有跟他对话，是不是？要先跟那张地图的那个纸对话，没有对话就没有地图。那之前我不就错过好多张了 ？Again， 错过这么多张哦，不太好吧？水晶峰这个地方最上面需要二段跳，靠北好远哦，怎么这么远？这必须要自己徒步过去，哎，好麻烦哦。好吧，反正我们至少知道哪个地方需要断跳了。有一段没探索到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去需要二段跳的那个地方。好困哦，好困就去休息啊。女朋友是暂时的，但右手是永久的，不懂吗？这个有点深奥欸，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。抱歉，只有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下去吗？这边是不是探索过了？哦，对啊，这边探索过了，可以走，可以走了。
如果电脑掉到水里和你女朋友，你会救谁哦？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两个都救不了，因为呢，我不会游泳，我不会游泳啊。这游戏好卡哇伊哦！对啊，你可以买来玩。右手不会变心，女朋友会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中肯，太中肯啦！哇，帅气！先停下来。啊，我看到了一个可以上来的地方，就是这里了。国王的圣像，这应该是拿来卖的，是吧？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对，这是可以拿来卖钱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，我们往上，啊，往上走下去，稍微踩一下那个好了。稍微记个路啊。娜娜喵没来看直播、哦，对啊，他没有来，他跟我不好了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我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、欸。老头，你会选择救电脑，因为女朋友会游泳，没有，我两个都不会救啊，因为我不会游泳。哇，这里居然过不去、欸，太磕巴了吧？不知道几点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播多久了，我也不晓得哎、欸。到了，到了，这边吗？对，应该是这里。刚本来要出去，后来幸运的免掉了。啊，不用出去了、啊。哦，好的。上来了。这里有什么？哇！激光枪大哥，激光枪大哥不要啊！激光枪大哥太凶残了，掉下去了。两个小时了，那其实也不久啊。其实老头没有女朋友，当然啦、啊，我没有女朋友啊。要女朋友干嘛？有手就够了，还要女朋友？啊，对不对？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。你的老婆一万元，你的司机，你会救谁？那是我老婆啊，对不对？司机是怎样啊？司机是载我上下班的那种司机吗？那司机再早就有了、啊，老婆只有一个呢、欸。